嗨，大家欢迎回到 Tammy 妈的育儿日记。今天是2月7号，礼拜天。然后我们提早回国家，回南投。那就跟我们一起去玩。我们这次来到的是山岚商旅，就是跟那个方舟文旅是同一家，就是他们对面新改的。然后这里是比较简约的风格，但是房间比较大一点。妹妹 ，Hello。这边有个书桌，然后下面有个小冰箱，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。冰箱里面没有东西。然后这是他的厕所，厕所超美的，很新，因为他们1月才开幕的，就是才开幕一个多月。对，这样子。然后这里一样有他们的备品，就是茶包，然后浴帽、牙刷、牙膏、棉花棒、刮胡刀都有，然后水。接下来要介绍哪里？介绍爸爸的部落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先看那个。罗西啊，台语怎么念？罗水溪。罗水吗？罗水溪。罗西耶。对啊。哦，这边之前本来有一个坦克，已经没有了。然后这个桥已经换过好几座了。我们应该先拍那下面，这个浊水溪，浊水溪永远水都是黑色的。看一下。啊。下面永远都是黑色的。传说中里面有一只龙啊，在里面一直打滚，所以都会是黑色的。然后再来看这个桥，桥有分两边，一边是那个放稻米那种东西的，那个字很难念。然后这边是山猪，还有人把这个山猪的牙齿给它锯下来，以为是真的拿去卖，这是假的。这什么桥？猪妹妹。这里有写啊，人伦桥，这里是人伦桥。这个桥已经断过好几个，只要台风都会断掉。这个是撑最久的。往上面拍看那个风景，多漂亮。Hello， 还有这里，仁和村，爸爸小时候长大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仁和村，地板那个垃圾就不要拍了。然后那边从这边一直排过去，还是从那边排过来，这个雕像可以近拍，那雕像都是。听说是历任的一些村长的雕像，有拿弓箭的，有拿猎物的，有背一些木材还是什么的，但是现在都被树挡住了。那也是水里的一个新景点，名字在这里，不知道怎么念。然后这里有个全家，然后这里很像有民宿哎，它是彩虹造型屋，然后平日1600。假日2500，四人房的话是两大床，然后有独立卫浴。有来水里的话，可以考虑看看这个地方，也很不错。这里是水里的新景点，还蛮漂亮的，可以来这边走走。要彩色的房子。嗯。妹妹，准备好了吗？妈妈跟着走。怎么没有音乐的，对不对？耶，不要音乐，爸爸帮你放，好不好？耶，有，哎呦，有空。爸爸帮你放。哦，很慢哦，他卡住了吗？按加速，没有加速的。嗯。快点开哦，太有力了！
好玩吗？好玩对不对？好了，下来了，玩一下。香。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吧。拜拜。